因为我从来没有出来过嘛，对吧？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愿赌服输嘛，我真的我输了的嘛。那么我输了，我如果不露脸的话，就感觉就像骗十杀一个级没一样了，知道吧？那么，十杀一个级嘛，你们也给我2分钟啊，我先整理一下发型啊，稍微的那个什么，稍微的整理一下发型，然后这个衣服这些穿衬头一点，因为我今天没有思想准备，因为我没有想到阿兹莫会给我来一个就是露脸的一个 PK，所以呢我也没有做好准备哦，今天呢没有怎么打扮，知道吧？所以就有点压力有点大，但是没有关那系。你不说我要不要回去？但是我没有办法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我既然话这么说，那我只咱能是这刷一么去个做节目，了。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的，给阿紫点点赞，然后还没有给阿紫加入粉丝团的，我们就点击这个勾勾给阿紫加入一波粉丝团，谢谢谢谢，我们赞赞已经点到100万了，我们就点到150万，好不好？今天就你们就真的太谢谢你们了，你们真的太支持阿紫了，真的太感谢了，帅哥姐们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们了，真的。记住所以你们说我要不要真的要不要回去一趟呢？我想一想吧，我也好好跟你们商量一下吧。来吧，我露脸谢谢加了啊！入粉丝团，谢谢谢谢。等一下，我准备好这那个嘛，那个十三一个级嘛，阿伟就这么露脸了啊！真的，我也有点激动，因为我跟阿子墨认识了3个月了，我跟阿子墨认识了3个月，然后呢，直播也有2个多月了。但是我从来没有露过脸啊，从来也没有出来过，也没有在作品上出来过，也没有在这个直播间出来过，知道吧？那其实说实话，我的话是我也想过要露脸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只是还是不是时候，因为我的粉丝就是粉丝们也还不够多，然后看直播的人也还不够多，我是想着达到1、2万人气的时候再露脸的，但是今天晚上。阿子墨给了我这个要求，对吧？那我也答应了他，因为我也希望他回来，所以当时也有点冲动，就答应了他，知道吗？不然平时叫我露脸的话，我也不会露脸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大家做好准备啊，我也准备露脸了。那个啥，这个美颜还需要开一下吗？这个是有美颜的吧？我看一下有没有美颜啊，就是再开一点美颜吧，不然我对自己没有自信，知道吧？因为长得有点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的赞赞，谢谢你们加入粉丝团，谢谢谢谢。这美颜在哪里开的呀？我开点美颜吧，不然我也没有出来过，然后我就是压力有点大。帅哥姐们，我哥，你先等一下吧，啊？我先问一下帅哥姐姐们吧。啊？帅哥姐们，你们希望我回去找他们说清楚，还是你们希望阿伟哥露脸？如果你们希望我回去找他们说清楚的话，扣个一；你们希望阿伟哥露脸的话，就扣个二吧。你们谁多，我就听你们谁的。因为我感觉阿伟哥他就是没有出来过嘛，我感觉挺为难他的，对不对？确实也挺为难的。所以呢，你们希望我回去的就扣个一吧，我回去给他们找他们把这个解释清楚，因为我也觉得这样子走了也挺对不起阿伟哥的。说实话，毕竟怎么样，阿伟哥他帮我那么多，对不对？然后，阿伟哥露脸，我感觉挺为难他的，因为他没有露过脸嘛，所以呢，我感觉有点过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们说阿紫希望，如果希望阿紫回去的就扣个一，希望阿伟哥露脸的就扣个二，好不好？帅哥姐姐们，对，希望阿紫回去跟好好的跟他们两个谈一谈的就扣个一，然后希望阿伟哥露脸的就扣个二吧。都是扣一的，他们都希望我回去跟你们谈清楚哎。扣，来，你们希望我露脸的就扣一，希望怎么回来的就扣二，好吧？咱们看一下直播间大家的那个，对，
因为我也这样子不明不白的走了，我觉得挺对不起阿伟哥的，知道吗，叔叔哥姐们，你们都知道的，阿伟哥是对我怎么怎么好的。其实虽然你们都这样说，但是我心里面也明白，我都很清楚，这些我都很清楚。我只是这两天我妹妹我们两个老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心情很烦躁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其实我都知道阿伟哥是怎么对我的，对我好的呀，帮助我的，这些我全部都知道。就像叔叔哥哥姐们，你们都支持我一样，我都会记在心里面。都要的话，只能要一样样，对不对？要么就让阿姊们回来，要么就我露脸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你们希望他回来的话，因为阿来，姊的话，我们6500个人，我们那么多人，对不对？你们希望我回去找他们谈清楚，解释这个，把这个事情就误会啊，或者干嘛也好，对不对？怎么怎么样了也好，阿伟哥和我妹妹怎么样了也好，我怎么样了也好，我们都解释清楚这个事，还是再走，还是你们说阿伟哥露脸，我不要回去了，你们说了算，叔叔哥姐妹，因为你们都知道的，我什么都听你们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说的算。都希望我回去，对不对？要不这样吧，伟哥，我觉得，你这样子对我那么好，一直帮我怎么怎么样，我感觉我确实这样子不明不白的走了，我也挺对不起你的。要不我明天回去一趟吧，再走吧。行，那你这样子，你明天回来好不好？然后我叔叔阿姨哥姐姐们都说了，我回去说清楚再走。你这样子嘛，你明天回来，然后我们当面谈清楚，当面，因为这样现在是莫名其妙的，知道吧？我心里也不舒服。然后呢，我刚刚说什么露脸，这都是因为你要求我，知道吧？然后我也希望你回来，我才这么说的，不然我长得这么丑，我也真的是不好意思露脸，我真的，知道吧？我不是说话不算话，叔叔哥姐嘛，我就觉得，你们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对不对？我这个就心有点那个嘛，我不希望就是阿伟哥如果不喜欢的事情的话，我不想就是逼着他去做，知道吗？你这样子嘛，你这样子啊，阿紫，这样子，我，你这样子吧，你答应我，然后你明天回来，好吧？你明天回来，然后咱们当面谈清楚。然后如果，哎，就大家都是误会，也没有什么的话，咱们就留下来，或者，就是该怎么一起发展，就咱们就好好的能过日子嘛，过生活嘛，对吧？如果说，这样子走了的话，对你也对不起粉丝们，也对不起我，知道吗？毕竟，我也是莫名其妙的。然后呢，你明天回来好不好？你答应我。然后呢，我也答应你。以后的话，就是说，反正不要让你去想多那种嘛，好吧？但是呢，伟哥，因为我答应了我粉丝，今天晚上就是我答应了我叔叔阿姨们，你让你露脸的，我这样子，我感觉我叔叔阿姨哥们都说我不说话不算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答应我们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叔叔阿姨哥姐们露个脸呗？录个你啊，现在录呗，没事儿，因为不能骗叔叔阿姨哥姐们，知道吧？不能，因为刚才答应他们了，然后现在你看公屏上都是露脸的，没事儿，我露脸就露脸嘛，因没为事儿，我，对啊，我露就行了。但是因为我叔叔阿姨他们都那么支持我，那么信任我。我露脸，因为我愿赌服输嘛，对吧？其实我不是说不敢出来，或者一个大男人不敢出来，不是什么这样子的，只是我，就是还不是时候，对吧？因为我现在成绩没有做出来，我还没有跟阿兹莫表白或者什么的这些，就是我还没有承诺一些事情，所以我才没有出来的，并不是说我不敢出来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现在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也都知道这件事情，今天晚上，对吧？我也答应了，你说我输了我就露脸。那么我没有露脸的情况下，我也对不起大家，也就感觉就骗了大家一样的。我对吧？我输了我就露脸嘛，好吧？可以吗？我就露脸嘛。然后你答应我，你也明天回来，好吧？我答应你，对吧？我刚才跟你打 PK 的时候，我答应你，然后我输了，我输了我就露脸嘛。我答应了你，然后你也明天回来，然后咱们谈清楚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好。可以吧？
我虽然压力有点大，因为第一次嘛，所以我也出来，就是没有在抖音上直播播什么的。好，我答应你啊，伟哥。那我就露脸了啊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咱们我希望直播间看我的不只是4000多个人，我希望是4万个人来，镜头转过来吧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大点家准赞，备一谢谢下叔叔啊！哥哥姐姐们点赞，谢谢。我就露脸了，这个我真的长得有点丑，所以我有点压我力都大。替他紧张，帅哥姐们，我都替他紧张。我真的，他一直在那里，哇、哦，我感有觉为点难到他了。没事儿，因为毕竟答应过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那这是要跟大家承诺的，不然他不请我安慰。所以呢，我既然答应了他。好。来吧，那准备好，那个，来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现在直播间4000多个人，你那边有多少人？6000多个人。4000多个人，将近1万多个人了，我这边已经5000个人了啊，直播间5000个人，那边6000个人，来，人气谢谢在往点上走赞。一走，好不好？所有叔好。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来。欢迎阿伟的，咱们公屏上点赞点起来啊！我出来，去我们了。赞再点起来，我们欢迎阿伟哥出来，赞再点起来，叔叔阿哥姐姐们赞再点起来，来赞再点起来，我们赞再直接点到150万，好不好？来点起来。哎，直播间这个加对面跟这边一起就是1万多个人了，我就露脸对。了啊！希望呢大家公屏上点赞点起来，好吧？然后直播间对面也好，这边也好。咱们所有人打几个字好不好？给我比上打几个，欢迎阿伟，欢迎阿伟，好不好？欢迎阿伟，来吧。谢谢点赞，对，我们赞再点起来，我们欢迎阿伟哥露脸，今天欢迎阿伟哥露脸，我们就赞再点起来，然后点2个欢迎阿伟啊，欢迎阿伟，谢谢谢谢，对，我们要赞再点起来，欢迎阿伟哥。Hello，哎各位呀，好。老师，我有点，那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有点害羞。看到了吗？大家都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都看到了没有？对，看你到们要了，看欢到迎了。我，我才开心的出来。真的，我很紧张，因为从来没有出来过，所以。面对1万多个人，还是有点紧张的。人呢？都没看到看了，到看到了，吗？谢谢点赞，都已经开了呀，我都出来了呀，你看们到都没有看了，到吗？谢谢点赞，谢谢叔叔哥姐们的点赞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对，那还没有点赞的，就把子的赞赞和阿伟的赞赞都点起来，叔叔哥姐们，你们都还没有看清楚吗？我都看清楚了呀。都看到了没有？哎呀，你看这。我都出来半天了，这些人竟然有些人没看清楚，再来一次吧，好不好？那么咱们点赞点起来，好不好？直播间1万多个人点赞点起来，然后呢，我数3、2、1，咱们就眼睛擦亮了哦，不，只有5秒钟啊，五秒钟眼睛擦亮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再点起来，再点起来，叔叔哥姐们，我们再点起来，加入粉丝团，加入粉丝团，粉丝团也加起来，再点起来，欢迎阿伟哥出来，等一来下，来，加油。准备好，我数到5、4、3、2、1就开始啊！对，再点起来，再点起来，叔叔哥姐姐们，再点起来。来，准备开始，5、4、3、2、1。Hello，大家好。看清楚了吧？不看会是到还了，没看清楚吧？不看是，清楚了，看清楚了，这次看清楚了。那个啥，太黑了的话，这里灯光的原因哦，因为这只是打了个补光灯，然后没有这个灯光不好。看清楚了就 OK 了啊，这不用看了吧，看一遍就可以了。这看太多了，看太多了，被你们看我了。这以后的以后几万个叔叔阿姨哥哥叔叔阿在姨们哪里都说看？你很帅哦。帅哥，谢谢大家的宽奖，谢谢谢谢，
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，谢谢叔叔哥姐们点赞，谢谢。我都不好意思，我都有点害羞。没有，挺帅的。这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在抖音上直过播，然后也从来没有露过脸嘛。直播就是之前直播也是没有露脸嘛，所以一直没有露脸。好帅，谢谢谢谢你们的夸奖，我也是逼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话十条牛都拉不动我的。但是我也逼不得已，今天我希望阿兹莫回来嘛，我希望阿兹莫回来，然后就我答应了他露脸嘛，然后我就答应了他就露脸了。嗯，哎呀，你们都说我帅帅吗？真的帅吗？我没有发现我帅啊，我都说很丑的嘛，所以我都不好意思露脸，我有点紧张。这个，谢谢阿伟哥，你给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的这个惊喜，谢谢。这是，这是应该的，不要谢了啊！你明天回来就行了。你对我有要求，我也对你有要求。我希望你明天回来。明天回来，但是我明天回来，我只是去跟你们说清楚，我还要出去打工的。对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，你明天回来就行了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阿伟长得帅不帅？帅的话，公屏上所有人打个帅字，好吧？来，感谢大家，来直播间10000多个人，如果真的长得帅的话，打个帅字，帅，好吧？谢谢点赞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点赞，来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还没有给阿紫加入粉丝团的，就给阿紫加入一副粉丝团嘛，我答应你们，我也没听，就回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嘛，对不对？我就答应你们，我就听你们的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对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还没有给阿紫加入粉丝团的，我们就点击这个勾勾给阿紫加入一波粉丝团，谢谢。很帅，我是帅哥，姐妹都说你很帅啊，伟哥。如果觉得帅的话，我以后天天出来哦。对，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，对，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，4000多个人。没有关注我的给我点个关注，对，还没有关注的就关注一下，还没有关注的就关注一下啊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那个阿姨，那个今天 PK 是输了，但是你姐姐明天她就回来，就咱们说一下嘛，好吧，就谈一下说一下就可以了，你也不要太难过啊，我看到你也很难过的样子。为什么啊，不要哭嘛，你不要哭。我是阿姨莫是不是又听到我回去了，他就又不开心了。没有啊，没有，他没有不开心啊，他就是有点累吧，可能。感谢明姐啊，感谢明姐送的眼镜。我要睡觉了，你不要在这里了，你快点走吧。好的，那我就回去了啊。阿紫，那个阿姨，明天我再上你家来，你也早点回来啊，然后如果明天方便的话我来接你啊，然后你。我现在也要回去了，然后明天你回来，到时候你联系我嘛，如果说方便的话我来接你啊。好。然后我现在回去了，明天你回来了，然后你妹妹给我们三个一起好好的商量一下，好好的谈一下嘛。好。那你跟你叔叔阿姨们聊一下吧。